田工厂这边办，就是它是一个很小的空间，可是它非常温馨，同时它非常专业，因为它是铁人的孕育的一个场所。那它的主办人 Joey 今天早上还跟他带了一个 Change 台湾品牌的一个记者会，他刚结束，所以大家可以花时间，待会结束之后，我们可以请田工厂的负责人，哎，躲到哪里去了？这边的联络窗口。来这边，这边看这边，待会我们可以跟他询问，就是我们隔壁有健身房，如果外面待会试跑的时候还是下雨，里面有两台50万等级的跑步机，可以让大家慢慢排队体验，好吗？第一个就是大家今天会来，就是第一个你可能有听过我们这个牌子，或者是你已经穿过这个牌子的鞋子，你一定听人家讲说这个鞋子很大双哎、欸，很厚哎、欸，可是听说很轻很好跑。跑起来很 Q 弹，甚至有人说哇太弹了，真的是让我越跑越快，我心脏跟不上我的脚，真的吗？哎，其实我们想要给大家的一个感受是说，后方弯的鞋子就是让你可以轻松享受你的跑步。然后它在2010年是由两个法国人所成立的牌子，这两个法国人很有意思，他们其实在鞋子的产业已经从事20几年，到现在快30年的时间。待会最后。我跟其中一位创始者还有合照的照片可以分享给大家。那这个牌子他们为什么想要来创造 Hoka One 这个品牌？那 Hoka One 这个名字又怎么来的呢？我们简单来看，就是品牌介绍片。